挑战节目《美林变频空调》，加油大冲锋！我是刘，大家好，我是王辉，大家好，我是玲玲。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一哥。欢迎一哥，欢迎！我们今天我们开场是非常非常富有挑战性，是非洲鼓挑战我们中国腰鼓，而且奥哥也是自带腰鼓，好可爱。而且告诉大家，不光我们的开场新鲜，我们的赛道也很新鲜，因为我们赛道又有了新变化。特别是我们女选手要听好了，第四关原来是疯狂冰壶球，现在变成什么了？变成了美人大秋千。哇，美人荡秋千吗？那不是好看了？当然好看了，所有女选手要加油。是的，那同时要告诉大家，我们在现场选关的时候啊，也有了非常新鲜的变化。对，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幸运球门，现在不踢了，幸运魔方。看大家都迫不及待了。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个闯关之前，一起来喊我们的口号：是智勇大冲锋，现任来挑战。好漂亮啊！对，跑起来，后停、我们的腰鼓队呢过四关，加油了！接下来上场的李大姐，请问你的目标是什么？我是拿这边也不拿这边，我拿全部拿去陪他，把奖品都搬回去。哇塞，大姐们，你们是来打劫的吗？好，李大姐，祝你好运，加油好不好？好，加油，来 ，Let's go！ 跑起来啊，加油，跨起来！厉害，好好好，哦，小心小心，李大姐快往前冲，往前冲，哎，好从容啊，我们第一关原来可以这样过的。这一关看的就是心理节奏了，接下来的五段跳，好，打腰鼓看来挺锻炼人的，有助于锻炼过关。对，腰鼓，哎，你看，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在这个第三关上面，来想办法要来到外道。对，大姐要来到外道，要来到外道。大姐，别在中间转得太久了，会把自己转晕的。手不要放在内道。哇哇哇！他在内道和外道之间已经来到外道了。挣扎啊！站起来，要站起来，想办法站起来。准备，准备。二，再等一圈。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身子要转过来，面对前方，面对箭头的方向，面对箭头的方向。跳吧！哎呀，他转的太多，转晕了，这个手发软，脚发软呢，体力消耗太大了。三二一，出发！哎，站起来！大姐，快起来呀！站起来！起来！彭大姐起点处是没有奖品的。啊，也不错，我们彭大姐在水里站起来了。不过我要说，彭大姐落水也落得好开心啊！出发！文大姐，来，快，时间，快跑两步，加油，跳起来，这时候一定得起来了，往前跑，快跑，别放弃，文大姐呀，全场的人的心都被你揪起来了，我的妈呀，别急。在悬崖边上又回来了，我不知道他在第一关浪费很多。别再让我们揪心了。三，哎呀，落水的姿势还是非常漂亮，典型的跳冰棍儿。出发 ，Let's go！ 注意了，首先上赛道的时候呢，一定要控制好脚步的这个节奏。哎，没有乱箭脚，很不错啊。直接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过五段跳真的很厉害，人家不是五段跳，人家四步就跨过来了。而且这一关幸运大转盘啊，对女孩子来说要稍微容易一点，一个是速度慢了一些，第二个呢就是女孩子平衡能力一般都比男孩子强。再说我们大姐们闯关，自然我们要稍微这个网开一面，速度稍微调慢一点。恭喜！接下来我看美女秋千，哇，这个应该是坐着还是站着呀？这个应该是坐着，应该坐着啊，坐着荡过来，然后再腾空跳起来的。对啊，坐稳抓牢啦！跳，好，恭喜，漂亮，圈子都洗衣机已经送给您了。妈，彭阿姨来个大鹏展翅，来了！哎呀，差一点，非常可惜，这个确实这一关对。
女的来说，我觉得挺考验人的，这个太考验手臂了。美丽全部洗衣机送给你，送给你了。地铁工人有力量，嘿，地铁工人有力量，嘿嘿嘿。唱出两个声部了。咱们长沙呢，现在正在修这个环城的这个地铁。哎，地铁施工是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啊。咱们长沙的这个地铁大概什么时候可以通车啊？2015年。地铁工人有力量，智勇冲冠必拿奖，耶！来，好，看看是几，看看是几，看看是几。这边来的快快快快快，张大哥，你在干嘛？哎，拜托，张大哥呀！3、2、1，兄弟，加油，何师傅！好样的，来到了第二关。那么，在他们这么熟悉的隧道里边，啊，会不会顺利的通过呢？加油，好像没问题，好像没问题。这个我发现，那个过第二关一定要有一定的身高和手长。来到注意一个冲字，第一关啊，对。好的，哎，他这种冲跳的感觉非常好。对，在这个外圈还是比较好，在外圈位置还是比较好，只要把身体转过来，按照箭头的指示方向把身体调整好。对，准备，准备，做好准备，准备跳。别去跟圈产生关系。一，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别松手。好的。希望，希望，有希望了。恭喜你，这个美的单门冰箱你已经是拿到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美的全自动洗衣机了。只要你这撑杆一跳，能跳到位，一定要握紧，因为我们是专业的撑杆商店。哎呀，好可怕！他撑杆握低了一点点，恭喜恭喜！在这儿恭喜我们的第三位，我们的地铁建设者，他获得了我们的美的单门冰箱一台。下面要上场的是杨大哥杨吉化，欢迎！而且今天是带着夫人一块来的，是不是？带着。我想问下杨大哥，你今年多大？50岁。看得出这是一个50岁杨大。我想问问杨大哥，保持青春和健康的秘籍是什么？身材好啊！杨大哥，感谢老婆这么多年对我的这个微物质的光环。抱一个，抱抱抱抱！哎呀，好温馨啊！杨大哥发表了一番像领导一样的讲话，来，大哥，很感人。来，下面就是看咱们运气的时候，对，看看运气怎么样。对，往上抛起来，到最高，好不好？尽可能抛起来。哇！来来来，只要跑过四关，就可以拿到我们送出的美的全自动洗衣机，加油，好不好？好 ，Let's go。好了，杨大哥现在已经上了我们的赛道，加油，快，全自动洗衣机啊！一定要为老婆拿回去，杨大姐，加加油，好，加油啊！呜，过得很轻松哦。大哥，这一关考验的是你的臂力，做了一下准备运动。好了，我们幸运的杨，我们幸福的杨大哥已经来到了我们第二关。哇，我刚说他来到了第二关，他竟然就来到了第三关。这个有了妻子和孩子的这个鼓励，确实不一样。这是一个为家庭而战的男人呢。是的，加油，杨大哥！来到中间，来注意，不要和人队想办法移动到外圈。对，内圈外圈不要同时接触。好，现在把身体直立起来，准备起跳。小心一点，啊！失去平衡了，我跟你说，人在上面最大的其实不是要掌握平衡，是要抗晕。抗晕，这个人怎么样才能抗晕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哇哦，好帅呀、啊！这是拇指神功啊！哇，太厉害了！好，蒋潮，我要问你，还有体力吗？有。刚才只是小试牛刀，是不是？好，蒋潮不错。来，我们准备一下，能到第几关？哇，漂亮的，给了一个抛物线。哇！只要过三关奖潮就可以拿到我们的奖品，出发！哇哦，好猛啊！一看就是一位猛将啊！加油，奖潮！好了，他已经顺利的来到了第二关，第二关就要考他手臂的力量了。哎！哇！我发现你把我给他喊上去了，你把一哥给吓着了啊！是，但是一哥又把他吓回去了。
本来是准备叫了你，一喊回去了。好，非常顺利的来到了第三关，第三关就是我们的无敌大转盘了。一定要听清楚，第一个转盘你最好能一步跳过去进入第二个转盘，不要在上面待太久的时间。我们进入第二个转盘。对，哎呀，天哪，哇，这可以因为最快的过关速度了，这个。对啊，他是过第二关过得最快的，第三关过得最快的。刚才几乎是瞬间就过来了，看看这样。好样的，哎呀，别把我翻呐！哇。这个我们是考验选手这个跳空中愉悦的能力，不是考验你翻跟头的能力。翻什么跟头啊，哇，差一点就获得奇迹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恭喜他，因为他通过了三关，获得了我们的美的三本冰箱，恭喜送给你。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两位非常非常厉害的水上英雄。首先介绍的是划着双人皮划艇但是一个人划过来的陶公照，有请。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第二位民间皮划艇翻转第一人的左冲。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左冲是湖南这个玩皮划艇的民间人士中唯一的一个可以完成一个非常高难度的动作，就是爱斯基摩翻滚的唯一一人。爱斯基摩，接下来，哎，看，我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刚才他翻滚了。刚才是一块吗？冲哥没看见，我们再来一下好不好？哇，又来了。陶公正，这个赛道上刚开始是需要适应一下，调整好脚步之后马上就可以找到感觉。快点站起来，不要忘记你们过四关就会有大奖。抓紧时间了，第一关你就摔了三跤了。没错，希望在后面的关卡上他不再摔跤，加油。真的对于我们皮划艇选手来说，第二关对他们来说真的没有难，没有太多的限制。是的，那来到第三关，第三关就是幸运大转盘。第一个转盘一定是一步就把它跨过去，跨过去，跨过去，加油！对，不要在第一个转盘上纠缠太久，再慢慢调整自己的身体。哎呀！这个就是爱斯基摩翻滚吗？对，他终于学会了。对，爱斯基摩陆地翻滚，原来只有左冲会，今天他也会了，他也会了。八，美的电瓶空调，提前收看本期精彩表演。哎呀！他这样过，这完全是可以过去救他，正是自己的时候了。哇！这是拇指神功啊！跑起来，快！你五位的后面快走，快站起来！快呀，小心！快站起来！一二三，又来了！哇，又来了！冯导，冯小刚，二三，要跳了！哇，太远了！飞起来！哎呀，跳起来！飞起来！抓住，上来，上来，对。这是谁做的？是我做的。这是谁？这个是范伟。我用范伟，我从来不知道他这么范伟的身材这么好。哇，这个腹肌，这胸肌啊！这个呢？杜海涛。海涛。啊，那我没想到海涛会这么瘦啊，原来海涛你是这么苗条的呀。这是减肥版的海涛。再来看到我手上这个，这是谁啊？冯导，冯小刚。哇塞，哎，我想问一下，宁文潇，在你的家里面有多少个这样的泥人自己的作品？我大概有100多个左右。100多个，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做一个出来？经常的话大概3-4天时间。3-4天可以做成。宁文潇，看你的喽。设计好的吧，这个很厉害呀。听好了，只要过三关奖品拿走，好不好？好，出发。宁文潇，给我们一个漂亮的 pose。泡泡加油。不是吧，你这水了会变成什么？你这比做泥人还快，3-4秒钟就落了水。最甜蜜的情歌，哇，这才对了。情侣组合，请问男朋友叫什么名字？我叫可乐先生。女朋友叫什么名字？糖果小姐。哇，他在今天现场给我们带来了一瓶大瓶饮料，是不是？要做什么用？我们是给一个可乐喷泉。可乐喷泉有什么样的寓意啊？就是寓意我们的爱情激情四射。哎呦，这一堆人好甜蜜，让人羡慕死了！赶快给我们太帅了！看看幸运魔方是不是你的爱情魔方呢？别砸着。四关，加油！
来给他加加油，快点，亲爱的，加油！哎，叫你亲爱的，赶快加油！亲爱的，加油，慢慢来，不急不急。加油加油，不要想侧面是个一刀，哇，太可惜了。怎么回事？这里的水花比他做出来的可乐喷泉还要高啊！是啊是啊，真的是。出发。Let's go。来，让你先穿了一件可乐先生蓝色的 T 恤，是不是守护和我的糖果呢？哎，快跑快跑！时间不多，如果跌倒了，千万不能停下来，快快快，要赶紧站起来，站起来，快快站起来！不要放弃啊！哇，令人羡慕的一对小情人，接下来呢，爱的能量要喷涌而出。哇！抱住你的爱人，愿你们永远幸福，永远快乐。智勇大冲关，哥们来挑战。幸运魔方真的很幸运啊，好多选手都幸运的翻到了他们心仪的数字，这位是几？啊，又不错呀，不错不错啊。三二一，出发！常德帅小伙很厉害啊，好样的，我们常德帅小伙已经来到了第二关，第二关呢就一定要把你的身体荡起来，然后充分的展示你自己的臂展，对，像一只大鹏鸟一样，加油加油，加油。你刚才说的是德语吗？是。他已经来到了第三关，我们的无敌大转盘，无敌大转盘，还是一句话，已经斩杀了无数的英雄，不知道我们这个英雄会不会在这一关落马呢？我们长的小伙子，我对你有信心，来，别在第一个转盘上。这种方式好像不太理智哦。在第一个转盘就坐下了，然后开始慢慢的转，转呐、啊，转呐、啊，又转了一圈，哎，哎呀，他跳过来了，跳过来了，又到了中心转盘上，开始转、啊，还是要移动到外环上会好一些。对，一定要移动外圈，哎，他被转盘带到了外圈，来到了外圈，外圈之后接下来你要按箭头的方向，他运气比较好，把身体采用半蹲的方式准备好起跳，准备三起跳，抱紧喽，别松手，漂亮，继续过了，实在太可惜了，没关系，接下来就是证实自己的时候了。哇，哎呀，入水非常漂亮，这个一定要握住我们的杆头，对，长沙话叫横板， Let's go。同样是来自常德的赵兄弟，哇，好厉害，而他第一关过得干净利落，这位选手对你有信心，我们的大奖到现在还没有人能搬走，希望你能够把它抱回去，抓紧时间，现在69秒，快，好了，已经来到了我们第三关，那他所剩的时间还有64秒，时间非常的充足，好了，他很顺利的来到了我们的外环上，对，在这里就想办法要站起来，一二三跳，漂亮，很顺利很顺利，你要有往上跃的感觉，往上跃，好样的，漂亮，继续继续，奇迹给你了，哇，这是第一个在规定时间之内可以来到第五关的男选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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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跳起来，哎呀，这个，哎呀，都被绊了一下，他这个入水脚被好像被挂住了，对，好，那但不管怎么样，奖品我还是告诉你，奖品还是有的，我们的美拳送洗衣机，送给你，恭喜恭喜，有请特殊的三口之家超级奶爸跟他的双胞胎儿子，来问一下奶爸，你的宝宝多大了？我宝宝1岁零7个月了。一岁的宝宝这么大，太厉害了！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现场是三位可爱的爸爸呢，对，就是真的是超级奶爸，对，一位是现在1岁多的孩子的爸爸，后面那个两位呢就是幸福的准爸爸了。超级奶爸来啦，大奖！对，好，往后丢吧。走一个，哇，恭喜五关 ，Let's go。下位是八位是刘爸爸，加油，快跑快跑！对，今天呢，我们的未来的爸爸也要为将即将出生的宝宝来加油，送给准爸爸。准爸爸要给自己的宝宝房里面争一台美的变频空调。
我觉得相对于这个准奶爸来说，这个空调没有洗衣机重要吧？你觉得？我觉得也是，真的。小孩刚生出来不能吹太多的空调，但是对那大批的尿布和小孩的衣服确实需要一台。好的，我们第二个奶爸已经通过了，我们第二关来到了我们第三关幸运大转盘。哎，注意了，小心！在外环上一定要保持住平衡。哇，他很幸运的被转到了外圈。哎，奶爸，你为什么一直保持一个造型？你要想办法，对，想办法蹲起来先，站起来，站起来，来，把身体对着箭头的方向，把身体直立起来，半蹲的状态，然后才能起票。你要蹲，要蹲起来。我估计他已经被转得有点晕了。他是有点晕了，他一直保持着一个造型。你现在还有18秒的闯关时间。哇，一说时间，他直接下水了。对，我确定他被转晕了。看来这尿布只能手洗了。哎，出发 ！Go！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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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在危难时刻呀。这位奶爸挺有意思，他跑关用的是小碎步。好，轻巧的步伐。对啊，虽然他的步幅不是很大，但是他的频率很高。好，进入第二关。考验一下奶爸的臂力了，来抓紧喽，一步一步的往前挪。这应该叫一手一手的往前挪，对呀，或者叫一扫一扫的吧，啊，都可以。他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小捧捧啊，这个林志玲给周瑜的马起名叫小萌萌，很有意思。你好，小捧捧的爸爸，哇，他的脚，他脚踢得很厉害啊。对呀、啊。感觉在空中准备踩点什么，手一点点远，不能放弃哦。小一口气，那是加一下。我还以为他踩来踩去是武当的云梯纵呢。向前看，战场上谁给我们信心？兄弟，战场上谁给我们力量？兄弟，10年的战友情了，是不是？哎，对。这位是不是老班长啊？啊。只有大通关，尚有奇心来挑战，耶！幸运魔方投几啊？我觉得你们应该有能力到5。啊，真的是5！哎，你们刚刚自己说的兄弟闯关，齐力断金，对不对？出发 ！Let's go！加油！拿出当时我们当兵时的那个，加油！一鼓作气的镜头。好，走，快快快快快快！哇，加油加油！退伍了之后，现在是从事什么工作？他从事一种那个，就是在一种金属上面做画画。哇，现在变成艺术家了。不好意思，我听到了落水声。这么快吗？大家加油！出发！好了，侦察兵去打探了地形之后，现在班长出马。快，要来部署一下作战的策略了。班长，我们要跳起来！哇，天哪！班长的破坏力惊人。哎，你又回到起点了。班长用的是这个匍匐前进法。快跑过去，跑过去！好好，小步前进。1、2、3，加油！哎，老班长很厉害啊，动作非常的利索了。而且老班长掌握了技巧，这个距离身体也在摆动，对，这个要荡起来，必须要荡起来，因为最后一格很宽。哎，老班长加油！老班长加油！会不会通过呢？班长加油！哎，那么战友们在给班长加油，说班长加油，不要放弃，加油！哎哇！班长刚才说了，小猪刚才侦察地形侦察的不是很全面，我再侦察一遍。出发 ！Just go！ 来加油，快加油，快点，朱迪，你现在倒下了，要站起来，好，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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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好，化险为夷，不错不错，好。兄弟经过了陆地的考验，希望你从这是我们战友小组派出的第4位队员了，前面3位队员的队员是冲到了第3关。但是接下来我们希望第4位是
是不是能创造第四关呢？没错，我们真的非常担心他的命运，我们真的很希望他们可以来到高台上。毕竟十年战友情，我们希望能给你们一台空调作为这个纪念啊。没错，作为我们自由大主官送给你的礼物啊。怎么一听到空调他就下水了？对，他用他坚决的行动表示了他的意思，我不要空调。当当的敌人都杀不一样，是因为我们的创作不是的军长。接下来有请两位著名的魔术师，我们展示大变活人，见证魔术的时刻。哇，变装成功，有本事再换回去，等会儿就换。好，等会儿还能换回来吗？再能换回来吗？三，换好了吗？哇哇哇！一下换出两个来，我猜了，这是双胞胎，是吧？很厉害吧？哇，欢迎欢迎，这对双胞胎姐妹都是一模一样的。哇，欢迎周翠兰、周翠凤，哇，鸾凤呈祥。让我们的这个双胞胎姐妹在我们智勇大公关的现场能够有双生的幸运，好不好？是是，而且他们都说了，这双胞胎啊，心灵感应相通的，是不是？还好还好。希望你们今天成功的话，也是双倍的成功，好不好？好。选三号，看看能不能有第三关的幸运呢？幸运二次，准备好啊！三二一，出发！好了，我们的姐姐已经来到我们的跑道上，加油！啊，她不跨过了第一个跨栏，跨过了第二个跨栏，她摔倒了，快快，摔倒了，她就站起来了，她就站起来了，她继续往前跑，继续往前跑，马上就跨到第三个跨栏了，哇哇哇，她踩到了跨栏，她又摔倒了，又站起来了，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哎呀，她掉下去了，姐姐有点着急了啊，所以我们的妹妹要再接再厉，好不好？好的。好了，妹妹也冲到了赛道上，她跑起来了，跑起来了，跨过了第一个，跨过了第二个，哇，跨过了第三个，她居然没有摔倒，太厉害了，来到了第二关。一哥，忘了告诉你，姐妹两个都是体育老师。哦，都是体育老师，怪不得，怪不得，哇，太可惜了，她在第二关的时候，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在第五步的时候，她撞到了那个板子上，她撞下去了。刚才已经有你们常德伙伴拿走了洗衣机了，二位是拿什么来的？空调，空调。好，希望你们心想事成。三，幸运魔方，来来喽！别砸着自己。哇，三，冲三！哇，哇，来的都是高手啊！又是一个刘翔出世。哇，难道这就叫秒杀吗？这一关呢，一定要很快的速度去通过，要不然的话，很有可能被我们的转盘来转到水里边。哇，他现在已经移动到外圈上，哦，已经站好。哇，他的平衡能力各方面能力真的很强。别碰里头，千万不要碰那一圈，小心，准备，一二三，厉害！哇，他的时间真的非常充分。奖品已经是你的了。是的，撑杆掉，这条越起来，好样的，上来，好棒啊，上了，漂亮。他的实力非常的稳定。你还有很多的时间，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飞起来！抓住，抓住，上来，上来！别松手！上来！快先使住，快绳子！上来，上来，上来，上来！哇，快快快！只能用绳子，只能用绳子，只能用绳子。稳定一下。只能用绳子。加油，加油！你还有十一秒的时间，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拍拍拍，漂亮！哇，恭喜！哇，真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来来来来来，我觉得最后真的你的体力已经透支了，但是你靠自己顽强的毅力，登到了这个高台上面，对不对？对。在这里有什么话想对刚才老乡讲的？谢谢自由大主官。谢谢自由大主官，那是对我们所有工作人员讲的，变频空调送给你，恭喜！好炫，好帅！欢迎，欢迎，欢迎！智勇大冲关，快乐来挑战，耶！哇，我们的赛道会看人的，知道你们是全能型选手，所以要你们尝五关的滋味。出发，出发！你们不闯全关，谁闯全关？漂亮！天哪！好厉害啊！哇！
刚才那几个跟斗不是白翻的。好潇洒的动作呀！好，提醒约有实力选手这一关要稳健的发挥。我觉得他们不是在跑赛道，而是在玩赛道啊！太厉害了，一个前滚。对呀、啊，而且非常从容，你知道吗？那么快的速度，我觉得他完全就是故意自己设计的。对，一个大跳加一个前滚翻，然后再一个大跳，太厉害。好样的，非常顺利通过了。哎，小心！我觉得他们只要过了疯狂转盘，他们就有希望来的。哎呦，嘿，嘿，哇，厉害！但是你要知道，你只有40秒的闯关时间了。哇，他真的是让大家所有的朋友赏心悦目，来到我们智勇大闯关的舞台上，带给多少观众朋友快乐！在这里，我代表智勇大闯关感谢他们。来，争取蹲起来，蹲起来，蹲起来，准备一二三，跳，漂亮！抱住了，估计都不会死。好了，接下来撑杆一跳，看看怎么样。助跑一定要到位，撑起来，飞起来，有了，哎呀，他怎么跑的？他在撑起来的同时，他在想水面，我是要落到红色的上还是蓝色的上呢？到底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呢？最后他决定落在两块中间。对呀、啊，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三二一，出发 ！Just go！ 天哪，什么叫轻松？真的是不同凡响啊！太轻松了，我希望你们能够最后轻轻松松的到最高处啊！看他们过第一关，真的是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哇，太美了！而且你看这第二关过得多漂亮，一下一下，特别有节奏那种，又单手就下来了，一二三，又来了，哇，又来了，又高又飘啊！哇，真在那么狭窄的路上，他居然可以做这么高难度的动作。哦，这个也是设计的吗？躺在了我们的转盘上，有本事你在转盘上也翻个跟头！别！我们还是以冲关为主，准备好了吗？一二三，跳了！哇，太远了，远了，太远了，太远了。作为个人能力来说，这个冲关绝对是没问题，主要是对赛道的一个熟悉程度。对，没错。加油 ！Let's go！ 哎呦，刚才向我们展示的是腹部的弹跳能力。腹部可以弹跳吗？所以人家叫武林高手哎！哇，真的腹部还可以弹跳啊，真的是厉害！所以身上每一个，哇，这胳膊好粗，太厉害了，有劲儿啊！哎，有劲儿，有劲儿，有劲儿！好，快把我们的杆子给拉弯了，大转盘又来了！哇！还比前面两位还多翻一个。是的，本来到转盘上就会很晕了，他自己先让自己先晕一下，适应晕嘛。哎，你要转身，转身，按照箭头的方向，按照箭头的方向。有看到你现在到了，这哇，你这样会被甩开的。他用了一个前滚翻，直接翻到了水里。欢迎身怀绝技的武侠组合，都是我们吴东新城长沙市首届双语大赛的佼佼者。首先上场的第一组呢是摩登舞职业组的亚军吴新照、曾子轩。有请我们第二组，现在您看到的是摩登舞职业组的季军廖高和贺美芳。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第三组摩登舞全能组的季军陈亮、徐建良。一看就恨不得就把他换成我。好，谢谢，进入我们大冲关，舞出我精彩。好嘞，舞出你们的精彩，也要冲出你们的精彩。下面就是考验他们默契的时候了。对，是的。我们下面呢将会分为三组，两个人为一组，同时来进行竞赛。每一组获得的这个闯关数最高，就可以拿到现场大奖。是的，有没有信心？有。好，那第一组来出发。Let's go！ 好，跑起来，快，跑起来，跑起来，快，你五分在后面追。上了，上了，加油！直接就推了一把，快！看两个人的默契程度，好，我真的很有默契，漂亮，抓他一把呀！你跑这么快干嘛？对啊，考验你们默契团结的时候。好，男女请分边走，获得了两分的累计成绩。哎呀！好，我们的男选手还在努力。哇，真的是搭档啊，非常默契，而且都在最后一块上掉下来，哎，对吧？两人落点几乎相同，没错。那么第一组呢是获得了两分，不知道后面的组合会获得几分，我们一起期待吧。出发。哇，女伴！哇，他为了救他，
他又跑回了赛道上。后面的成绩只能靠你自己了。搭档之间这种感觉，刚才一下就体现出来了。是的，是的，真的。啊，现在只剩下自己孤军奋战了。哇，他这种方式很牛啊，很牛啊！哇，这肘关节夹着那个杠子。我后面他还是用手，因为后面实在距离太远。对，好样的，好样的，厉害！他自己就已经得到两分了，已经把分数拉平了，拉平了。注意第一个转盘，争取是一步就过掉。好，哇，小心小心，稳定一下，想办法移动到外圈，不要在外圈和内圈之间纠缠。对，要么你就先进内圈。哎呀哎呀，他没有站稳。好，获得的分数依然是两分。对，一样的分数依然是两分。出发。看看你们两个默契程度哦！快快快，站起来！快站起来！小心！快站起来！快站起来！这位女将厉害，直接把她的同伴当做第三根、第四根跨栏了。哇，很棒！好棒！他们两个已经都顺利的来到第二关，我觉得这一队取胜的希望非常大。因为这个队里面女将非常强势，他们也有女孩子不能这样，一定要有一定的助跑，要不然的话你是没有办法通过的。有一定的助跑，左边一下，右边一下，哇，你的同伴已经通过了。哇，他们已经获胜了，因为他们现在目前积分已经有三分了。而且他们这个女队员真的是非常特别，她这样过，这完全是你可以过去救她，你可以过去拉她一下。这。一看就是腿功厉害，舞蹈演员不愧是学舞蹈的。然后他说了，我不准备拉了，我准备直接自己过第三关了。但是最后一蹲怎么办？赶快！这个你的拍档已经开始闯第三关了，但是我们的哎，我都过来了，他过来了，他也过来了，过来了，加油！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冲上去，冲上去！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分了，已经四分了。他们两个一个是一个在前面转，一个在后面转，快别对前面转的快。他们总是有那样一刹那眼神的交汇。哇哇，他还把他抱了过来。哇，他们在反着转。哇，好浪漫啊，好浪漫。你是梦儿，女生到外圈，女生想办法移动到外圈。疯狂的大转盘第一次迎来如此疯狂的选手，帅哥先跳，时间有限，快，他非要等他。对，你把外圈给自己的搭档让出来，抱紧了。好嘞，好样的。哇，好，我们女选手快！这女选手她因为自己身体比较轻，所以我们的转盘甩了几次也没把她甩出去。我都站起来了，她站起来了，而且她的搭档已经在等待她了，抱紧了！哎呀，太可惜了，这只能看搭档了。来，撑杆一跳，一定要有助跑啊！加油，跳，拱起来，越，哎呀，漂亮！哇，她这，哎呦，太可惜了，但是她是唯一一个可以在撑杆上。跳起来之后还继续往上爬的人，他们两位获得了五分，顾名思义已经是三组里边的冠军了，恭喜！恭喜你们！智勇大冲关，幸运来抽奖，三二一，停！哇，恭喜以上三位获奖的朋友们！恭喜你们了！哇！快！赶快来报名吧！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731-8281-0800-8281-0900，报名地址记清楚了，湖南长沙的皇冠假日酒店的生日啤酒吧。我们还有一个 QQ 号码，那就是800-51000。同时呢，我们要特别特别感谢美的变频空调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电器大奖。没错了，又到这里了。为什么我们穿得这么漂亮呢？哈哈，每天都是这句话，那就是因为我们来自法国的品牌乐卡克。谢谢。谢谢。好的，周一到周四晚，咱们7:30智勇大冲关跟您不见不散。智勇大冲关，幸运来求胜。